厘米厘米厉害不厉害？厉害不？啊，那个奥金，李胜斌背了，把那个。啊，这老百姓。哦。什么？哦，要点什么？啊，第二的，已经弄炒烂了，不啦？好的，你都炒烂了，炒烂了嘛，回来炖。回来炖。回来炖。炖干嘛了？第一炒烂，哼，第一炒烂。蘑菇，没有。现在比较厉害。哦，还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咱们包装过一下了，喏。哦，咱们包装过一下嘛，然后咱们炒那包那那样了，喏。哦，还有吗？咱们铺的有变味哦，变味水啊。哦，哎，铺咱们变一变的。拿来你弄呗，弄面了。你那米炒面弄呗。米炒，我米就米炒面。再来来，你做碗弄面了。你做碗嘞，俺那不叫碗面了，弄欧包面了。你第几天的嘛？哪里面？那个是哪一包面？哦。呀，哥，都困难，欧后面下的。OK。你让你下的，让空的，空的。哦，都有嘛，哎哎，对，嘛，湖南路，湖南路菜，那比较多啊。要这个，哎，他哦，这个哦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这个出来，哦个哦个，这个这个出来，你都不如你你出来。要嘛，对吧？阿哥，你不会啊？不会点菜的？你昨晚去多面了，我们也漂亮。今天来了，一出来我。哦，给给给给给给老年人好些了。干一勺了，一一瓶一勺了。好了，那他那里毛干了，一不带了。你炒你嘛，你啥呀？你做饭用卤面了，你做。你也不难，我不帮他毛了。你也不难，出来炒你嘛，就别玩了。我这样的，这比较臭了的好。没压的，没压的，没压的，没压的。你把没压的，别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，就你啥呀，宝宝？啊，姑娘好不真的哈，压的，压压的。呀，哎，那这个你来做。那标路标路线下来了。你那嘛，都用刀削猪肉筋，底下你那边多熬个多呢，我呢。多呢，不要得，不然就是他搞一个老师了。哦。底下的熬嘛，你讲的，菜没洗，椒没洗，你这边你你哪里？刀路里边嘛，老家了。哦。刀刀在那块了，水煮了，底下焦了。焦完了。焦完了。那个地嘛，哎呀，老难过了呗。这边的地嘛，我东南都有点难了。我东南都要去，咱们老难。我呢，不老行吧？啊，你们楼阿个楼底下去，楼底下去。哦。地不如都住人，住这边好。哎，那住啊，哎，那住物业多一点，那家找个老物业，咱们老人住啊，楼底下去。地哪都往你家了不？就注意他了。哦，到你公路边了，公路边了，对的。你到外面，你往哪里去？你们都公，这样子公路边了，就到你公路边了。